你们好，我是小宝。现在我们继续接上一个视频，我们在这个鱼塘边上发现这边有一个特别大的洞，这个洞里面有一窝的甲鱼，在这个洞里面，你们看，这甲鱼特别多，一排排的堆在里面，你们看这么肥，这甲鱼，哇，这爪子，应该是在这个洞里面冬眠的，现在我们就继续用这个铲子来挖，把这个洞里面的甲鱼全部挖出来。哇，你们看这前面这个洞，越往前面挖，这个洞是越来越大。哇，这应该是冬天的时候躲在这个洞里面的，我们稍后必须把这个洞里面的甲鱼全部挖出来。